这里就要虚一点，这里跟驱魔打起来是纯吃灰的，但驱魔直接跑后边做了个眼，他害怕被越，他直接把血药喝了，那就更没必要跟他换血。这不他本来这个血药一喝，卡宾一补血就满了，这里消耗他反而等于让他的血瓶恢复最好的价值。小亏了一点点，我怕他往右边走，所以我没有直接吸附进去，导致这个 E 的距离不太够。夏里要再点火的呀，我揍了，直接先喝个饼干好了，喝俩饼干之后应该有机会活。我这下直接血崩，起码刚才下，然后这夏里要跑过来带个点火，真让人头大。狼人面对夏里要开大嘴是超级无奈的一件事情，你大招大他就会被他秒破，但你不大他，你让他续的时间长了之后，你被他被秒破了之后，你自己还要被他困很久，所以我刚只能直接打。哎，我这三个饼干，我有点想要给他卖了还是啥？我不行，一会儿血要喝了得了。我现在这赶路，走着走着这鞋子就要好了，我这不拿了个助攻。我这血要喝了吧？这饼干这个时候肯定比血要好用。别他妈打我一下！把鞋子拿到手。给点伤害啊！本来我还打不死，他跑在他脸上。这怎么？卡莎桃走到我脸上来啊，兄弟，我一个西部 Q 直接跑他脸上去了。啊，下他下了，下他下了，六百六。是真他娘的坏了。
然后不该滚的蹲卡杀的。本来连着好了两波，直接给潘森感觉好起来了。波波单防卡杀，兄弟，这种阵容我真的就太舒服了。他怎么又犯病啊？他上一波打团没带他，然后我们复活了他，搁那偷东西。可是上波都是这样死，这波又这样死。我不能绕，我这把就是属于帮助队友输出的。一个鬼鬼想着秒我，疯了吧？塔莎都跟不上输出的，想着秒我。我人都傻了。怎么他们这么想杀我呀？这卡扎走过来想阴我，我傻了。没必要，确实没必要。我觉得这把的卡扎让我登防麻烦。退潮。